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中秋节快到了，所以我今天准备吃的呢是两个象征着大团圆的饼。你们猜猜这个圆圆的是什么饼？是我们这边的月饼，叫腊月。你们那儿有吗？就是这两个字，腊月。它是五仁馅的，和我一样喜欢麻油的那种香味儿和五仁月饼的话，应该会迷恋上这种腊月的。能感觉出来吗？它是那种很酥很酥的口感。有看到我用这个盒子在下面接着吗？它非常非常容易掉下来。它里面的馅儿和它下面这个油脂吗？比起一般的月饼，它没有那么干，它是比较油润的那种。
的月饼吃完了，我们就拿出这个。这个其实不是月饼了，应该是西方的月饼哦。西方不过中秋节，也不会吃月饼。主要就是看它很像一轮圆月，图一个好彩头。月圆人团圆，这么大的一个满月。你们不要看这个上面有一层这么厚的乳酪，它吃起来的口感可比刚刚的那个赖月要干得多。今天后面这个光线太强烈了，看，要把它挡一点。其实现在的气温已经没有那么热了，但太阳光还是很强。你们中秋节都会回家吗？中秋节只放三天耶。我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，所以中秋节肯定都是在家过的。我读大学的时候周末也是回家的，大三就不住校了，就住回家去了。我就啃老族本族了。
最后一口，再让你们看一眼，它是我的了。我这样吃应该就是最后两口了吧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两个大圆就吃完了，在这儿给大家拜个早，中